三位请在我们的2021前合影。好的。好，三位，哇，这咔咔一顿拍，看一下这边，拿一下我的麦啊。九州，咱们也是最近见得蛮频繁了、哦。是，我这之前一直有一句安利九州的话嘛，叫可可爱爱，是吗？还有脑袋，有脑袋。就对自己对于这种，因为大家对你的理解就是在很多解谜类的综艺啊里面是印象会很深刻。平常是非常爱玩这种游戏是吗？其实，平常线下玩的真的比较少。嗯，然后是因为都被你骗到害怕吗？因为我确实听过很多朋友说，哇，跟他玩太吓人了。是吗？你们有跟他玩过吗？我们还真的没有一起去玩过密室或者剧本杀之类的。你是怕三个人一起去打一辆车，回家的时候各打一辆是吗？对，我怕他们两个不跟我做朋友了。嗯啊，那所以平常线下的就是一些娱乐方式啊，或者互动方式会有什么？线下其实我们。唱唱歌啊，就跟大家日常生活中，私下出去玩是一样的，唱唱歌啊，然后，我们私下一起聊天啊，因为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嘛。哦，那一般在哪儿唱歌呢？一般啊。啊、哦，大家记住了，现在开始记啊，偶遇的地点出现了，一般是在哪里唱歌呢？一般啊，一般是在浴室里。哦，这样啊，那确实浴室埋吧，不太方便去了，各位朋友们，好吧，行，然后。我觉得既然聪明啊，我有个小小的问题要考你。好，没问题。啊、一个小的歇后语。好，柯南脱发。柯南脱发。对，那就应该像我一样吧。你还好。聪明绝顶、哦、是吧？哦，非常厉害。柯南脱发啊，聪明绝顶、嗯、送给大家，好吧？ 好，那我们来跟观众简单的互动一下啊。一个可爱的外表下隐藏着非常强大的舞台实力啊，被大家称之为实力隐藏者。然后我知道您最近在做很多这种公益类的项目啊，对。那最近做的哪个项目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愿意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Super Ella 上面跟大家分享呢？啊，好，其实。我做这么多公益之后，最打动我的一次是我遇到了一位纯恶劣小女孩。什么小女孩？纯恶劣小女孩。然后这一位小女孩呢，她特别打动我的是，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她会比较害羞，然后有点不自信。但是就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会不敢抬起头看我这样，然后我就会当时会觉得比较心疼。然后也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更需要每个人去付出那一份关心啊、温暖或者是爱。所以当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要打开他的心房，我就跟他说：“妹妹，你好可爱哦。”然后我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呢？”结果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未来想要当一位最棒的老师。”然后当时候听到，我就觉得我对他的鼓励也好、温暖也好，就更值得，然后也更特别了一点。对，我理解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去做公益，真实的感觉到被帮助的人有因为你所说的话和做的事情而改变，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传达的东西，就是能够因为我让身边的人更开心更温暖，这样我觉得就很开心，自己也会很开心也会很满足。是的，我觉得这也就是偶像的力量。其实偶像在很多观众的眼里，其实你们是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但其实如果你们能够把自己的光芒散播到每一个欣赏你们舞台的观众心中当去，让他们自己也发光，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优秀的偶像。对，谢谢谢谢谢谢。哎，问问孙颖浩，今天 hello. 今天有，因为我知道你有1000度的近视是吗？对，今天有戴美瞳哦。对，为了看清现场的各位，为了看清我们这个 Super L 的这个年轻力的现场啊。对对。但我想问一个，就是因为最早啊，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出圈的一组是图片，就那一批戴着口罩的图片啊，非常多的人转发。我是想知道在潮流搭配这方面，你有没有哪些细节是你觉得你跟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对于穿搭来说的话，我需要它有一定的协调性，然后它必须要有的就是你每一身衣服必须要有一个亮点。嗯，对，一个亮点，不多不少一个就好了。那我觉得按我今天的穿搭来说呢，就是豹纹的话是比较冲击性比较强的颜色，然后紫色又是比较沉着冷静的。如果我把领口直接放在衣服里面的话，那就太冲突了。那所以我就需要用它来压一下。那今天的小巧思可能就在这种上面，就是在衣服上也会有一些制衡出现。对对对，制衡，让它更加平衡，更加协调。那有没有什么搭配是你不能理解的，就是你自己的时尚雷区？我觉得我没有时尚雷区，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不一样的穿搭，我会去尊重不一样的穿搭文化。然后我觉得就是出现即是合理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喜欢的穿没有什么不好的。没错，这个也是孙颖浩一直给大家传达的，就是拒绝被贴标签，勇敢去做自己。好的，好，谢谢，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红毯现场，我们一会儿盛典内场见，这边请。谢谢，谢谢，一会儿见。